Hello，我叫尚雪玲，今年1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在理工大学读大一。我身高1.65米，体重50公斤。你在干嘛？这个衣服好看吗？太冷了，你会得肩周炎啊！这个总可以了吧？不行，漏太多了，这样总可以了吧？你们收拾好没有啊？走啊，收啊！这有个小哥哥不错，我们进去撩一下。小哥哥有什么推荐的吗？欢迎光临，您可以是那个果茶系列里面有元气仙橙卖的比较好。啊，那我就要那个。中杯大杯。中杯。冰的热的常冰少冰正常冰还是常温？正常冰。甜度正常吗？正常。还有香的没有？可以加芋圆吗？可以。可以加椰果吗？可以，还有加。可以加你的微信吗？我也要。不行，这是我的。强烈推荐元气仙橙，真的很好喝，和小哥哥一样的甜。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그 남자왜나에게마음없는척그남자왜나에게마음없는척그남자왜나에게마음없는척그남자왜자자라라发誓钓鱼执法官，那些愣头青还敢瞪流星头把他石打穿。大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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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别杀我，我把枪都给你放开，等待来不阿不配。沙发里我从来不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傻啊？对，行，好，再来一遍哈，一二三。想要传送一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喜欢你心中一切，为我回应的世界，让温暖的光芒渐渐地感染一切。喜欢你心里 yummy 我是喜欢你 yummy 说你喜欢我 yummy 我看见你就在思索，心动吧，爱不容易，没时间。你很 flower peace flower peace flower peace flower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我今天就仔细看了一下，我抖音里面的评论还有私信啊那些，然后我就很纳闷，一个小姐姐都没有，我一个小姐姐都没有找到，这是我一下子呀，是小姐姐都看不到我吗？反正我看就给我私信然后评论的基本都是小哥哥。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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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波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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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像一颗海草，海草。